阵是时阵，是的时阵是时阵，阮就是快乐的少年人。大家睇咗咁多，話啊好多金，其實呢度就係金門。金門咧就幾個咁嘅軍事要點。咁、啊，正式首歌正式出街啦。咁啊，已經公布要公布咧，就我要同我如果我協商一下，就點樣出廣告。就金門團要正式成行啦，就定咗4月6日出發，到4月9日翻嚟。咁 and then 咧就我哋就搭夜巴去，就搭動車翻。咁樣咧，我哋就43夜啦。咁3950蚊，3950蚊。咁啊報名辦法點樣收錢嘅話咧，咁啊留意我哋呢個公佈。咁啊包20000嘅酒店啦，咁啊幾餐啦，咁啊夜晚又去出發嗰陣時，仲喺潮州度食一餐宵夜，咁樣朝頭早咁樣去再去啦，咁樣再搭船咁樣過去。咁就睇下，希望大家踴躍去報名咧。如果人數報名重速啦，係啦，人數齊嘅話咧就起鬧咁樣，人數唔齊就改期，就咁樣。就希望又加緊呢個金門咧，就即係幾值得去一個地方咧。畢竟佢係一個戰火嘅前線，咁而家理論上兩岸咧仲係一個戰爭狀態嘅，咁啊隨時都乒乒乓咁樣打過嚟嘅。咁理論上咁可以即係有到軍事教育啊。咁前線當時係點樣去處理啊？當年嘅金門係槍林彈雨，槍林彈雨啊，係炮彈乒乒乓飛過嚟㗎。咁我哋又參加啲炮彈刀廠啊，咁啊金門好出名嘅金門酒廠啊，一定要飲金門高粱啦，高粱啦，同埋金門一個膠子祠啊、風師爺啊，咁我哋都會睇下呢啲咩，咁跟阿細佬哥去啊嘛，即係沿途咁樣一個專業導遊同你講解，一定會餓親，一定會餓親啦，我哋食得招積，住得舒適，你係放心啦，包你冇炸型啊，同埋呢個價錢超值啦，係咪先啫 ？OK， 咁我哋嗱介紹完金門咧，咁啊大家你留意一下我哋嘅廣告嚇，我哋呢、這個 MISK 頻道嘅廣告咁樣，我哋同阿我如果變咗傾翻咧，即係點樣去做，或者你私人 PM 我，但係咧我哋出得呢度咧，咁我就即係如果私人 PM 咧，我驚鱷魚斬死我啊，大佬嚇，咁樣就留意翻呢度點樣收費啦嚇、啊。好啦，
而家三月咁啊，叫做仲春啦。而家咁啊，好多人我講啊，成日話喺原來台灣櫻花，即係一朋友去咗過去睇啊，話台灣櫻花原來真係唔輸蝕，啊真係唔輸蝕。咁啊，但係我再提醒大家嗱，而家三月咧就真係櫻花水尾啦。咁啊，台灣有啲咩櫻花睇咧？又睇一條新片俾大家睇下啦。啲櫻花咧就真係唔輸蝕俾日本。當然日本就梗係靚啦，佢原產飄落嚟嗰啲仲正啦。大佬啊，佢嘅成棵樹咁樣，佢又真係台灣櫻花唔差嘅。睇條片行。看了片去介紹啊！真的不輸蝕喎，即係介紹你點樣欣賞個櫻花，即係嗰啲咩咩高沙櫻啊，同埋黐實曬，即係點樣去分啊一個葉啊，同埋裏邊啲花含有咩花青素啊，點乜乜乜。嗱呢條片咧就真係值得你大家去保留咁樣去睇啦，即係睇完之後你對櫻花嘅認識又深一層。同埋咧，我睇完呢條片原來啊，原來歐美啊、大陸啊，其實好多地方有櫻花嘅。係啊，但係唔明點解日本最多咧？咁啊不過日本人栽種咧，佢係真係。幾有心機？唔係佢哋講嗰種點講啊，叫寂寥啊，一期一會嗰種藝術啊嘛，有櫻花最表現得到啦，嗰下最靚，就好似等於佢哋人生呢、這個已經融入咗日本人嗰個文化裏邊。係嘛？即係櫻花好似話開得最燦爛嗰陣時，咁啊，砰咁飄落嚟咁啊。日本人都係追求呢樣嘢嘅啫。係咪？即係櫻花冇事如血，即係一時點講啊？一瞬間美麗對佢嚟講係最滿足嘅一瞬。一剎那之間就已經代表永恆啦。係啊！哇！真係啊！好過蔡楓華。阿楓仔咧就佢對日本咧就好有認識喎，有冇識到日本妹咧？啊，咁啊冇喎。你介紹下四海哥啊嘛，介紹下識，因為我成日咧就想上去嗰個咩新宿歌舞伎町啊咁樣，但係佢話唔招待中國人。全亞洲最大嘅網上賭場嗰個啦，我下次介紹俾你慢慢上去睇下片。係嘛？有啲咩嚟㗎？唔知啊。啊 ，this 咩咯嚇？係咪係啊？即係咁樣我嚟，就係佢講啲嘢我哋又溝通唔到啊嘛，但係啲東洋魔女咧就好挑惑、挑惑我哋嘅，打破語言界限，迷惑我哋人心啊嘛！唔使講嘢嘅啦，直接嚟啊！真係好啦，咁啊櫻花咁樣講完啦，咁樣我哋啊循例呢度介紹下啲美食。咁啊最近咧網上面有條片啊瘋傳咗，因為大家知道咧台南咧就叫府城好出好多獨特嘅美食，台南係一個美食之都嚟嘅，同埋佢啲美食好獨特，唔係台北咧，未必喺台北咧嗰啲夜市去揾到。但就算找到都冇咁純正，台南嘅小食咧，佢嘅特色咧就多，即係好多種類啊，好多唔同嘅種類。嗰個最出名啲咩古早味啊，嗰啲個噏到上咪嗰啲碗龜啊，碗龜啊，碗龜啊，即係嗰啲蘿蔔糕啊，擠落個碗度嗰啲啊，咁又有嗰啲鰻魚羹啊，鰻魚羹其實咧佢係嗰只咁嘅門扇啊。門扇湯出嚟咧，佢揾啲紅槽醃過，然之後推個羹出嚟嘅。咁啊，我就覺得一般般嘅啫。咁啊，棺材板就最有特色啦。但係你知唔知咩係棺材板？黑板嗰啲係咪啊？唔係，棺材板係揾厚嗰啲多士，佢又撇咗塊板出嚟，一個薄撬一塊出嚟，挖穿咗中間一塊，然之後咧就係炸咗佢，就變咗嗰個塊板用多士上面嗰塊好薄嗰塊嘢咧，又係脆嘅。成個咩麵包多士又脆嘅，咁又淋啲白汁嘅。雞雜即係雞潤啊，雞腎啊，咁樣淋咗落去，推咗落塊麵包裏邊，又冚翻上上邊。哇！膽固醇好高。膽固醇高，但係幾有特色嘅個棺材板。咁啊，另外仲有啲牛肉麵啊，台灣唔係台南。一定要啦。台南牛肉係好出名㗎，即係你一定要試嘅。唔好意思，
嗰啲豬骨湯嗰啲都，豬骨都好多，好多好獨特嘅。但係台灣嘢始終一樣嘢，粒黐黐綿粒粒啊。但係台南嘢咧，個教個味道咧就豐富嘅，同埋佢啲咩土托魚嘅魚丸湯啊，咩魚羹啊咁啊，好多幾出名下嘅。其實喺台南，即係你真係你講嘢食好食嘅話咧，我真係覺得台北啊、台東啊嗰啲真係唔及台南。台南就多嘅，台南就真係多嘅，因為你中意食肉嘅有食肉，中意食魚啊有食魚，你中意食面啊有食面，你中意食河粉有河粉，即係有河粉嘅台南，好得意嘅喎。係啊，有嘅有，同埋啲狗仔粉啊之類嘅，類似香港狗仔粉，佢就係介乎於狗仔粉與銀針粉之間嘅嘢。你又講唔出有啲一啲豆籤啊，即係揾啲眉豆啊、磨成粉啊、推加麵粉去整成一種咁嘅面食，又幾得意喎。台南啲面又係幾出名下嘅。你越講我越肚餓啫。咁啊，最近咧有個靚女，佢喺網上咧 YouTube 咧整咗條話介紹台南啲美食。佢一口氣咁樣，好似念口王啊，卜卜卜，即係嗰啲我哋數白欖咁樣數咗出嚟。咁啊，一係嗱靚女上 YouTube 梗係好啦。你特別上心添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講咗好多出嚟，咁啊好多人都話喂喂，咁樣都幾正下喎，咁樣，但係有啲人就。建議有啲人又拗啦，或者佢都講唔曬真正台南美食，咁啊其實呢啲見仁見智嘅，咁我姐姐仔又好食，咁啊加上佢靚女，咁啊梗係著數啲噶啦。好啦，睇下條片佢點樣講先。想要訂張車票到台南去，我好想好想吃，想到下卷牛肉湯、鳝魚麵，我好想好想吃。正妹林鲑鱼自己拍了一段影片，要用唱的介绍台南五十道必吃小吃。我不需要高级料理，只想要台南小吃，反正吃来吃去都没有台南好吃。旋律轻快，简单的歌词很洗脑，短短一分钟的影片，米糕、意面、冬瓜茶、杏仁茶，吃的喝的一口气介绍了50间。林鲑鱼在网络上小有名气，也是道地的台南人，影片上传之后网友看了大赞狂推，直呼太强了。但也有不少在地人说，很多的道地小吃都被遗漏了，一些有代表性，有一些没有，那有一些看起来是观光客的观点，比如说新营在地的豆菜面或臭豆阿松臭豆腐这边都没有列入。在地人的话会觉得说好像有些不是那么的确实，觉得可以多多对问一下在地人。台南古迹多，老街小吃吃不完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光是台南22个景点去年旅游人数就高达了2000多万人，由此可见台南旅游市场稳定。网络正妹用唱的介绍台南必吃小吃，好想吃好想吃好想吃，吃够力够力好想吃，真的台南小吃好好吃好好吃。尽管还有很多遗珠，但五十道美食都各有爱好者，就看民众。过五十道美食啊，喂，即系各有观众，各有喜好者。咸鱼青菜各有所好啦。咪系咯，咁啊，但系呢个咩拍法咧，我觉得几过瘾。我谂啊，鳄鱼咧就可以阿俊去咧就参考呢种摇下头咁样，即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咁样摇下头鸭把盒啊，即系影一段嘢翻嚟再重剪啊，配首歌咁样咯。即系其实 OK 喎，我觉得几好喎。即係我覺得真係唔錯，因為即係你其實好話唔聽，香港都好多地道小吃啦。咁即係你稍為一啲咁嘅包裝啊、變通啊，即係你令到咧就成段係生動咗。生動咗啦，而且個切入點比較上係吸引嘅。係啊，即係好似話喂在地人，好似又話即係所謂在地人又台南人本身都話，以為有啲好似唔係我哋點點，好多係偏重遊客。喂大佬，咁我哋梗係中意遊客介紹嗰啲啦，唔通你？點樣角度？同埋好老實講，你在地嗰啲唔係個個啱食嘅。你好似你在地嗰啲乜蚵仔面線啊咁樣，四哥就一啲都唔中意食。大佬啊，蚵仔面線難食到死，蚵仔煎啊 OK 還可以，即係呢個老老實實啦。但係你蚵仔煎面線啊，蚵仔面線嗰啲一劈劈好一劈嘅。但阿中面線咪嗰啲一劈，同埋啲蠔仔啊，哇細粒個好似指甲咁 Q 細，大佬點食啊？你話我中意食嗰啲蚵仔係咩咧？酥炸蚵仔啊，哇嗰啲好食。酥炸蚵仔，然之後將啲九層塔咧，就即係咁一換咧，佢炸到脆卜卜嘅葉咧，一齊咁樣食，好香㗎。咁樣炸出嚟咧係好食，送啤酒一流嘅夏天。係咪啊？咁台南咧，同埋台南係有啲冬瓜茶，香港冇嘅，好奇怪。喂，冬瓜茶係好簡單，好似片糖咁，佢一嚿嘅。唔係冇。好少，我飲過一次。香港有冬瓜茶，有不過佢自己煮嘅喎，唔係即係嗰啲盒裝喎。
啊，咁啊冇啦，有啲人即係喺上面攞貨落嚟。係，其實係唔使喺上面攞貨，喺台灣買就得噶啦。好簡單，你台灣你去街市啊，嗰啲雜貨鋪你買嚿冬瓜糖，冬瓜糖其實同片糖一模一樣。其實片糖佢整嗰陣時嗰兩片啡色嘅好硬嗰兩片咧，其實係有加冬瓜落一齊煮噶，加冬瓜佢先變咗色咁硬噶。你其實你將個冬瓜糖咧，你買翻嚟咧，你夏天好簡單，你將佢斬開四嚿咧，你揾半嚿好，煲一大烹水，雪喺雪櫃嗰度，放入俾啲僆仔咁樣消暑利尿，非常好。你話啫，喂，你要加咩？你就咁加嗱，牛皮嘅冬瓜，連冬瓜糖一齊煮，非常好飲，非常好飲，就真係好消暑嘅。嚇、即係你即係不妨一試啦。係啊，雪凍咗夏天，其實呢啲好方便，好平嘅，就平到你唔信啊！台灣呢啲咩嘢就好簡單買翻嚟咁樣，你就唔使下鋪。唔係香港自己去濕湯啊咁樣嗰啲咁樣，我冇鬼麻煩啦。三四十蚊嗰啲湯包咁樣，唔使搞啊，因為好鬼平嘅，又有冬瓜糖嘅，我考慮一下喺台灣引入呢啲喺呢度買好過啫。OK， 嗱咁樣我哋去開台南食嘢咧，咁啊唔好淨係睇台南啊。有一種叫高雄左營咧有軍港嚟嘅，有一種叫潮牌餅。左營咧就係而家嗰個所謂嘅高雄站，高鐵嘅高雄站嗰個地點就係左營啦。嗰個潮牌餅，潮牌咧就即係唔係招牌餅啊，潮牌。乜嘢叫潮牌餅咧？嗱，睇片。什麼是潮牌餅？你吃過嗎？在大陸上有個大城。他在觐见皇帝的时候，都是拿着潮牌返乡回家。他念他父，他妈妈刚好也是做烧饼的。他妈妈讲，这个我们做出来的烧饼到底要取什么名字？其实他是大人，他看到这个饼的时候，就想到我们面圣的时候都会拿那个潮牌，所以他那个样子形状很像潮牌。他就跟他妈讲说，我们干脆把这个饼取名叫潮牌饼。徐瑞勋做饼的功夫是跟眷村的老师傅学的。发面是用老面，我们是用老面去把它带引发起来的。所以这个口感会比较有嚼劲。面团擀好后，撒上大量的葱，折叠起来，拍整，切块，刷上水。只是要撒一点芝麻而已，就不是油了。所以我就说我们都没有用到油，这都是水了。所以把它铺得满满的，铺得整片都是，所以它那个芝麻会引发面粉跟芝麻的香气。面饼沾好芝麻，就可以准备进烧好炭火的炉里烤了。做饼的其实它那个三分的手艺啦，七分的火候。炭火温度太高，要喷水降温，调整到适当的温度时，将面饼一个个贴到炉壁，面饼烤发，换到另一个温度略高的炉烤熟，同时逼出芝麻香。烤好的潮牌饼颜色漂亮，很有嚼劲。而且有满满的面香、芝麻香和葱香。大饼加黑轮是我们在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的这一样东西。黑轮现炸，剪开烤好的潮牌饼，挤酱油膏、甜辣酱，放炸好的黑轮，面香里有黑轮的鱼香，味道真的很特别。下次来左营旧城，别忘了尝尝潮牌饼哦。嗱，呢个黑轮咧就系其实嗰啲叫鱼饼啊。即係台灣嗰啲甜不辣，其 tempura 即係嗰啲魚啊麵粉咁樣溝出嚟。其實我覺得啊，馮亞峰姐講話呢個咩潮牌餅嘅燒餅我食過，佢唔加黑輪，佢我淨食正餅嘅啫，我就冇加佢黑輪嘅。我上次我食，你如果你加好似澳門嘅豬扒或者沙爹牛肉嗰啲落去，哇！我覺得真係啪啪聲。我覺得牛肉汁會好啲添。非常好食啊！嗱，呢啲即係呢啲去咗台灣咧，去咗左營咧，就不妨一試。好，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同你講台灣。经错过我哋精彩嘅节目，而家上嚟呢个网址就可以订阅晒我哋八大频道，付费之后仲可以重温晒所有精彩嘅节目。记得要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赞好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啊！